Hello everyone, this is Miss Wei. She just won a prize, and let me just ask her a few questions to get more, to know better about her. 请问你是哪个族的？我是水族的。请问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33岁了。水族有哪些特别的习俗或者是手工艺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有的，我们主要是过端节，我们有就是马尾绣，就是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在我们中国排名第4的苏绣香绣，它是马尾绣嘛，这是马尾绣。我看到您的这个作品应该也是用了马尾绣的这个手法，那您能给我们再详细一些的介绍这个作品吗？可以的，我们的马尾绣呢，就是平时是一个黑布的，我们用马尾把这个鸟把它线条一条一条的把它绕起来，然后呢我们把马尾绕成这个形式了，我们就用线把它填了颜色，这个颜色就把它翅膀鸟啊什么样的类型就把它填满，然后就形成这么美丽的鸟了。然后呢这个我这个图画是有鸟有花对吧，然后下面是有丹顶鹤，是在水里面可以踩水的，下面有螃蟹有鱼，我今天给它取名的是突然忘了对，我想一下个名字啊，或者花鸟虫鱼，对，花鸟虫鱼。那分别都有什么寓意呢？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比如说这个蝴蝶它代表什么，比如说这个螃蟹它代表什么，就是这个花是很美丽的嘛，然后这个蝴蝶吸引过来的，所以我们生活是美美好好的。了解。那这个马尾绣是您最拿手的一个绣法是吗？是拿手做的。对。不是，是你最擅长的一个绣法。应该是的，对。那这个作品你绣了多久呢？我做作品那时是在学校的嘛，平时剩下的时间就做，假如放学呀礼拜六啊什么样的就做，整整一年花了一年。对，这个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好很用时间的，要了很多时间的。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马尾绣的呢？我10几岁的就学的，当时那马尾绣还没有，就是没有那么走出来嘛，后来的话就是走得特别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整天有时间我们就绣，几个绣娘在一起绣。那觉得就是说从你一开始去接触这个手工艺这个马尾绣，那到现在你再去绣这个马尾绣，你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的心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因为你绣久了，你绣就很漂亮平平的，然后你绣也快，然后你配颜色啊配料啊配这些也是会有经验的，越配越有经验，像这些你配起来的话就很像的是吧，很像真的，所以就越做越有经验，越做越好。那所以这个这幅作品是你这个颜色方面是你有所创新的是吗？啊，这幅作品在颜色上就配色上是比较传统的，还是说你有所创新的，就是有一些你加入你自己的想法？加入我自己的想法的，因为我们就是老人做的话都是用那种很暗沉的颜色配起来呢，就是鸟就是看起来不像很鸟，现在我配的话我就想既然花我就把它做成花的样子，树叶我就用绿色的就显示出来那个花，还有丹顶鹤这个你做出来，所以就很像那你们的一样的是。可以看得出真的是很像。那就是说这门手工艺比如说马尾绣，它在过去的这10年里它有哪些变化吗？比如说是不是它的技法呀，或者是会不会被更多的人知道啊？有的，刚开始我们只是做衣服上的鞋子上的只是穿在身上的，现在我们就把它绣成书包呀，发在框在家里面的呀，
对，现在想绣在旗袍上啊都可以的啊，对，裙子上啊我们都绣的。那现在去这个手工艺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呢，还是说去做这个人越来越少了呢？做的越来越多，每年的话都是有培训的，对，不会的人是每年有一两次培训的，不会的话就教他，教会了吗，做好了吗，就发证书的，所以个个都喜欢做的。那您可以问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您最大的这个愿望是什么？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好我的图画参赛，变成就是州级啊、国级啊这样的。对对，是这样的。那您是很喜欢这个刺绣吗？啊，对对对。那您现在是全职，以这个为全职吗？以这个为刺绣吗？不是全职的，因为我现在上班。平时下班啊就是抓紧做的。那假如说将来能够凭借这个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那你愿意以这个为全职吗？我愿意的。好的，谢谢你的时间。谢谢。然后恭喜。